我又有超简单的小零食跟大家分享。没有想到这么好吃，原来是云吞皮果芝麻炸出来的零嘴，你们一定要学起来。我先吃一口看看，把云吞皮沾蛋液，反面沾蛋液，放入白芝麻，双面裹满白芝麻，然后放入热油锅中炸，反面，炸至金黄即可捞出，酥酥脆脆，非常好吃，是不是很容易？赶紧学起来。